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，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。岛屿化作小星星，海洋里放光明，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。星空化作绵羊群，钻进羊肠小径，告诉我不安。